一天我看到外星人问我地球怎么那么热，有一天我看到外星人他们拿着乐器唱着歌，他连我看见的都有灯，他的心脏好像认真的等你来后小酒公大车，一人掉下来说会回到他们，然后里面走出三个人，他们长得就像圣诞老人，今天赶紧说我是帅哥，马上就下班了。想想混淆其实不值得，应该装作一下我身份，既然一看发现不见得，难道到底跑到被夜里人，没想到被夜里怎么冷，好像空间大的像是人，有人按个纽约的发来问，他们竟然跑出不最爱的布里格，天开玩笑的不叫什么温柔，哈哈哈哈看你面前 light up your dreams， 闭起双眼认真看一看这乐园。